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阿布拉将获得开车权的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熊猫 TV 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氏杯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中国区选拔赛 TV 台的现场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清勇。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辽宁的球手赵汝亮，对阵屏幕右侧来自新疆的球手阿布拉江。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比赛开始，第一局阿布拉江开球。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的败部的比赛，赢球的一方将继续在败部征战本次中国区的选拔赛，落败的一方将被淘汰。上来阿布拉江也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大力的开球、是，从这个态势上能看到阿布拉江肯定是想让今天的整场比赛里面保证自己不要失机，没错，或者失机的次数比较少，不要因为这个担心而去影响他的进攻。资深的球迷都了解，在我们上一站的分站赛双鸭山的比赛当中呢，他跟阿布拉江跟晚同乐在 TV 台的比赛，晚同乐呢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连续让阿布拉江在开球失机的情况下冲球，胆子非常大。对，然后阿布拉江这边也是配合，是四次冲球，连续四次失机，啊，判负一分，10秒。所以说，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啊，肯定阿布拉江对于自己的冲球，那可能在短期之内力量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在这个打法上啊，冲球的位置上，多少有一些调整。就是哪怕我冲球不进，我也不要因为我的开球失机造成我后面比赛的压力。对，阿布拉江1981年出生啊，来自新疆，也是之前的斯诺克的国手，获得过斯诺克的全国冠军，也是在2016年左右啊正式转到我们中式八球的比赛当中。那么这几年的成绩在大师赛的分站赛当中啊，基本上也是8强、16强、4强这样比较稳定的发挥，现在排名也是在前16之内啊。这杆球效果还是不错、是的 ，K 的运气也是不错。还有没有机会打二号球啊？主球能钻出来啊？最差也要顶到啊四号球旁边的这个球啊，换了。那看来有主球向上的角度。对，直接打四下低杆上去就二，力量有点过头。中带，看左边中带啊。直接轻推那角度不合适，下不来，还需要低杆发力。这杆白球走多了，六号球变成了一个进攻上的后斯诺。
本时段比赛呢，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明天上午10点钟比赛继续。也是源于啊，这杆后面有一个15号球形成了一个后斯诺，出杆不舒服，打丢了。赵汝亮，01年出生，来自辽宁，也是刚刚在房山啊比赛当中呢获得了亚军，可以说也是现在中式八球00后的男子球员里边的啊当家人物。也赵汝亮在咱们前面的总决赛里边也是有青苔王这样的一个是的奖项，证明在比赛里面炸青的局数啊非常多。现在这个位置15号刚好可以进攻，然后往上白球走一点点，12号右边中袋再往下来过渡，左边还有11。这是后生可畏啊。嗯，在我们的这个国际的积分榜上，作为00后的小将，现在赵汝亮是高居第5位啊。杆法放的低一点，直接蹬下来，同样的力啊。第一局赵汝亮胜，比分1-0，谢谢。赵汝亮来冲球，一上来就破掉了对手的冲球局。看7号。赵汝亮也在尝试啊，就是一上来先试一试，嗯，自己的这种炸球方式，中袋能不能有球进，然后呢白球控制的不错，在后面再做些相应的调整，还是就这个样子。那目前这一杆炸完之后呢是没有球进的，但没有时机啊，对，后面肯定是要做调整，比如说在杆法上啊，杆法变得稍微低一点点，力量是不是要收或者再大一些。中袋12刚好打进弹起来，擦白球，右边9号球，thank you.
这个要往下推的话，力量控制好。带一些风险啊，这球。还是必须地杆再回退一点点。嗯，左边中袋十一才可以进攻。这杆要退的话，上去正好是中袋上方的入库点，不好下来。我们看到八号球上方的花球啊，右下方底袋也够大，那这样反向啊，八号球同袋就好了。这儿呢，刚才很有意思。嗯，在后场的时候，阿布拉江跟这个肉孜买买提两个人沟通啊，嗯，又让我感觉掌握一门外语，多么重要。第二局，阿布拉江胜，比分1-1。我来吧，谢谢。第三局，阿布拉江开球。赵亮上手啊，选择。现在都是双方你不进，反正我接清。我不进，你又来接清。现在阿布拉江这盘又是没进。10秒。单色球五号啊。延时。六号都可以上来选。这杆球如果要选，选单色。现在我觉得他就是在考虑黑八怎么打。是。其实后面六号球就不要动，这杆球打完之后打五直接上去，把上面打光之后呢。有机会可以留一个六号球向下的角度，这一带也是不错啊。那这一带之后呢，现在六号可以选择进攻了，后面没必要强行的用六号球去叫八号球，而且这个黑八左下角底带特别开阔，主要就是留哪一颗上面啊，目前还有五颗球，二号球黄一，这两颗球里边我觉得选一颗最后叫八也是合适的，尤其是二号球这个位置，留一个从上往下直接退下来啊，高杆追后走下来角度都可以啊。赵汝亮也应该是很小就离开家乡了啊。嗯，他来自黑龙江，黑龙江的鸡西啊。但是呢，他因为很小就在这个辽宁这边学球、打球、生活，这可能会让我们更多人以为他来自辽宁，实际上人家是来自黑龙江，黑龙江的鸡西市啊。您去过鸡西市吗？没有，但是鸡西有出名的陨石啊，听说过吗？没有啊，鸡西大冷面啊，嗯，作为黑龙江人都知道，一般就是这样一叫。其实大冷面呢，在这个冷面啊，就这样传统，是那酸甜口吗？它这个口味常见是酸甜口啊。如果说最原始和比较正宗的，还是延吉那边吉林，因为他们靠着这个朝鲜那边。没错，甚至于说好多临近的这周边这一圈有黑吉辽，都有一些城市，比如说丹东，对吧？也跟那边比较临。然后黑龙江有些地方
往佳木斯附近或者再往上往俄罗斯那边靠，有好多的少数民族啊都有自己的一个饮食文化在里面。明年刚好有一站应该是在华南吧，华南啊，因为是哈尔滨下边佳木斯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而且天气时间也特别好，八月份。对，到时候你可以再领略一下啊。哎，这个北方、东北、黑龙江这边的饮食文化啊，今年这次的双鸭山应该就是体验挺好的吧？还行。注意身下啊，注意触杆稳定性。第三局，赵如亮胜，比分2-1。谢谢。第四局，赵如亮开球。10秒，延时。选球阶段啊，非常慎重。10号球。这个角度一点点向下啊，赵汝亮也是在量，打完之后呢，留一个15号左边中袋。赵汝亮也是从2016年陆陆续续开始参加，就固定啊参加大师赛，这成绩真的是乘着火箭往上乘。最好成绩总决赛第3是吧？对。现在排名是高居第5位啊，阿布拉江是排第8。兵器谱第5、第8啊，兵器谱。一说这个就想起来白晓生，是对吧？好球！啊，白球靠后边，角度呢？也不算是特别大，啊，发力推下。我觉得这杆球可以不用这么纠结，就9号上面绕两库打11左边，同样这个两个球打同一个底带都没事啊，不一定非得强求说你上来还非要推这个4勾飞勾的11，然后再用9号叫黑八，这样就比较难了。就是从13中间出来，力量大点都可以啊。对。带一点点的右塞高杆就可以了。走位就参照8号球的这个。附近啊，周围的角度，嗯，这位置也合适。嗯，
那毕竟这比赛跟练球不一样啊，更得严谨。问题啊！第四局，赵汝亮胜，比分3-1，开球敬南。谢谢。第五局，阿布拉江开球。冲球没有球进呢。还是选花色球，对，十花色，13衔接12号，连十。然后14这边的位置能看得到，14右边的底带，5号这边肯定是完全够下的。嗯，打单色，那就挑两球中间。5号肯定是要先打了，后面2号球让带口。17周岁的小将，这未来不可限量。嗯，你想象不到他的未来能达到多大的高度。对，只要能够不忘初心，才能方得严于律己。严于律己，对，严于律己，这话说没有错。因为现在这个，对于台球之外的，能够吸引你主动的去靠近或者长时间去玩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年轻一辈。这个圈子里面不缺乏伤中勇啊，得看你如何把握。还是高杆啊。这个球感觉明显白球网有点失控啊，这球打得不好，还需要再去调整。6号中带，白球可以走上面左上方两角，带稍微强一点的左塞，这样的话才能把红三向左下方的角度给叫出来。不带塞的话，红三容易叫成
白球向右边的角度。没问题。九二号。这个很考验裁判的功力啊，这个擦球。角度也合适啊，有把握的话可以稍稍的横向蹬出来点，或者高杆弹一库起来都没事。轻推不强求，那左边继续。上一盘这边一个中带的黑八打特别准，这盘八号球看看怎么样。第五局赵如亮胜，比分4-1。谢谢。第六局，赵如亮开球。这杆炸球中带有球进，又是到了一个选球阶段。15号跟11右边下方底带不是一个自然角的组合球，所以说上手选花球也不是一件很好选的事情。打四就是做防守了，白球往花球下面去放。阿布拉江这边肯定也不会攻，同样道理要做防守。但是右下角这两颗不太会轻易动，因为这两颗和左边的3号、5号，包括13啊，这个小球堆是整盘里的两个关键点。哪一方动完之后，另一方再动，一旦漏上方两颗带口球，因为刚好是一单一双啊，7号跟12号球，容易给对手留下一个青苔局面啊。你干翻进选了单色。还是要防，也是一个连打带跑。对，主要就是控制白球。红三也是不敢轻动了，轻易不敢动。哎，还是要打开吗？打开的话，就是留一个位置让对手去拼，或者是叫杀的一个意思啊。我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好，你打不好漏一杆球，我能清台。我觉得赵亮这杆球倒是可以去打11，去贴15啊，很轻力量打，白球贴到15号球下方。反手，就反叫你一下啊，你将我一军，比如我再反过来。
解道也是漏球，但上方的这个开阔的左上角有可能十四号吃库借力，那看看赵尔亮会不会这样去选啊。张指导，你说这个中国象棋水平怎么样？您了解的这个圈里边谁下象棋不错？象棋我听说老谢，对，薛兆辉还可以、啊、还有一个咱们这次比赛场地不在九河台球俱乐部吗？外面不是有老有这个对残局的这个对棋局嘛，围了好多人，那天谁呀、啊、乔凤伟十秒在这看半天，指点江山了吗？哎呀，人家不说话，观棋不语真君子。对，不说话，在那边边默默看。但我发现他们这儿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边上好多人都支招，对，然后还好像特别熟，应该是邻里乡亲的是吧？甚至有些人直接我看就上手了，这个马你跳这不就好了吗？然后过河呀，这个当场玩的这两位就是老人呢，也不会生气，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啊，大家非常有意思。把这引用到这个台球里边，我们在球房里打球也会遇到很多人啊，类似于这样的。哎，苏叔，你这球不对呀、啊哎！对，应该下低杆，对吧？要不然加个旋转。是，他那一张嘴，各种赛可赛啊，赛恐龙特级可赛号。是，好，神乎其神的，指点江山，指点江山，这个不行，那个不灵啊。这个球房里边是不缺乏这样的一些球迷和球友的，非常有意思啊。这一杆打完之后，下面两颗单打的十五号跟十一号球，可能后面还要叫一个十五的细位。先打掉自己最难的这十四号球。对，然后看看是不是留一点角度向下，轻轻撞一下这个黄一这边的一个位置啊，然后把九号也能够解救出来啊。没刮到。有这杆球角度摆大了啊，可以打十五，这杆球一定要上手先打十五。这一撞，打球预判的角度就不好，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了。对，这杆球其实理论上是有往上啊借力啊，或者说破坏的线路，但是要打准太难啊。看要不要这么尝试？如果现在打十三的左上方啊，也可以，同样对准度要求很高。反正白球这个位置确实对于赵主任来讲比较尴尬，比较难。打十五吧，毕竟十五号就在后面，这个位置来讲，也是一个难度。十秒，看有没有，还算效果可以吧？对，已经打得不错了，很准了。九号球的话，正常。去叫屏幕右下角底带啊，应该也是可以去叫。现在到阿布拉江上手啊，二号左下角。一定要挤开十一号啊！一定要挤开，要不然的话没有下球的位置。感觉像帮进啊！留了一个长台九号，下球点如果够下的话，
赵武亮肯定是要拼的，不拼就一定要白球做一个防守，量了一个带角的位置。七号有接力啊，先上边库。这看就距离太远啊，有压力。十秒，延时。这边我们的上一站分站赛的亚军啊，晚同乐是被淘汰了。这边刚进行到第六局啊，而晚通的那边是1-13啊，输给了于海涛，双败啊，被淘汰，很可惜啊。赵武亮是持续领先。谢谢。第七局，阿布拉江开球。阿布拉江这边还是没有球进袋啊，又是赵武亮上手，
而且 C 盘球炸得非常有意思啊，左上角。嗯。小梅花。五颗单色球。可以说梅花想起梅花三弄了。是吧？这个是个电视剧，然后也是个歌曲。琼瑶的嘛。嗯。有这个位置，白球没出来啊，嗯，中带都没交到，等于说现在想进攻九号球这个位置，传十三，或者是现在赵伦一直在看啊，这个白球十二号左下有没有机会进，或者是十五，对，或者在十二号的平行的位置，能不能看到十五号？没问题啊，可以看得到。加杆。探身啊。应该还好吧。嗯，探身也是够不到，加杆了。就把握带一点点的右侧旋转啊，就这时候这球就别想着吃两脚出来了。对啊，左边球队太多了，就怕那习惯性的，那是球员都有的时候习惯了。嗯，关键这三弄的人等着你。对呀，你这一弄就已经断人肠了，二弄三弄再一上，根本没法打。嗯。九号太近啊，这杆球可以不用打，先打十三，九号底带，看角度。八号球中带位置也是不错，可以直接低杆横台啊，高杆角度合适的话，从底下弹过再上去，还是低杆吧。啊，高杆跑太远啊。对。第七局，赵汝亮胜，比分6-1。谢谢。第八局，赵汝亮开球。
十秒，延时。顶颜色一 K， 不过这一 K 也是没太敢发力啊。现在右边中袋这个四号球，看能不能看得到。应该是差不多啊，没问题。继续啊，左上角底带打七叫五，用五号向下，得有点点角度。角度要支持，就不用弹边库了啊，直接低杆走都行。对，向上呢就是两库，嗯，带一些左侧旋转，这样的话白球不会容易吸入。这也是其实这种经验和技巧，平时大家不懂的时候就一打，哎，每一次就下不来这个白球，为什么？是，有些时候角度过直，然后呢离袋口目标球太近，发力打高杆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吸住的。还有之前余光宇在客串讲解的时候也说过，嗯，尤其是新的台泥、新的胶边，嗯，啊，嗯，也很容易吸库。那具体原因这个可能解释不太清楚。但这种效果是有的，对，而且在这种在袋口吃两脚出来，在九球当中是经常常见的啊，常见的这种打法。再一推，八号相反的底带，所以很多教练在教球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跟棋谱是一样的啊，你就这么做，就这么打就对了。简单说，对，新台泥为什么这个样子？嗯，因为毛比较长、比较厚，它的摩擦力比较强。强，对。然后呢，为什么有些时候用一些比赛台泥会速度比较快，很滑，摩擦力比较小？因为他们用的是短毛的台泥，就长毛的、短毛的是不一样的，而且针织的密度也不同。还有我们旧台泥为什么说很光，对吧？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毛打掉了，对，很光，所以它不太容易吸库了。第九局，阿布拉江开球。这一盘终于有球进了，对，看能不能啊抓住机会，把这比分的分差缩小一点。要不然落的太多了啊，嗯，这大坑挖的太深了。而且本场比赛是两个人在败部的比赛，对，输球的一方将被淘汰的啊。在抢十三的比赛必须要往回追的。先去做九号，调一个角度下来啊。这盘球里边十五号是，嗯，啊，这个位置有点尴尬，不然你就稍微往屏幕右边多走一点，就从三号的右侧啊，对，就把这低杆的效果打出来。继续啊，还是第一个往上走，对，叫同一个底带就好了。
九局，阿布拉江胜，比分2-7，开球清台，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都是一样呗，就是他就不进球。那个葱干也不好吃。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0局，赵汝亮开球。暂停过后，第10局，在前9局，赵汝亮是7-2领先阿布拉江。比赛采用25局13胜啊。
可以先去做十号球啊。两个选择，打十五再调整位置，或者打十号就带一下五号啊，让这个九号跟十三号周围再开放一点。那现在就要选择了，这个角度的话，可以主球推下来啊，弹边库做十四。也可以选择啊，去先去挑九号跟十三号其中一颗。看他打点就知道了啊。这球稍微有一些风险啊。如果留这个十四号的话，看这个角度，是做这个六七四六中间的上方啊，还是说弹边库，从一四中间啊？你这个角度的话，就直接从四七中间就可以了。第十局，阿布拉将胜，比分3-7。我来。第十一局，阿布拉江开球。中带有球进，但是白球有这杆，白球运气也是相当差啊。好不容易是炸进一杆球，白球贴住了。观察那个白球啊，放的角度。打六号，延时。打稍稍厚一点，下低杆，左上角，做防守。因为离得太近啊，所以抬高杆尾。
中段十三还是漏了。在阿布拉江在这个做思考的时候啊，双手支撑在库台边，真怕把这球桌给推动了。但是这个是开玩笑啊。嗯，我们的这个球台呢，银腿的这个石板是4.8厘米厚，岩石。金腿是4.8，银腿是4.5，所以足够有重量啊。对，一般的球台的这个中巴的球桌的石板厚度在4.2、4.3啊。其实呢，我们这个重量基本上700-800斤都是有的，嗯，没有问题，肯定。我觉得比那也要沉。嗯，我们经常以前在台石板那个还是比较老的时候，嗯、就是说这个石板没有现在这么好，而且没有现在这么薄，一张也就是说3块石板1000斤差不多。嗯。上手还是要打11。过来看看14。就是你要下低杆横台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边库的5号球啊。在打点的高低上要有所考虑，收力控制一下。那这盘里边的12号球还是非常难的，并且黑八还不是特别开放，你最后留12叫黑八也是很难叫。这杆球赵亮叫到这个位置打14，倒是有机会可以走两脚上去，先叫12号，然后打12再下来，等于说用9叫黑八的话，如果叫9号能够叫好，当然是合适的。不过这个球太难了，就是。他比8号要跑得更远。嗯，没办法了，又变成了一个9叫12、12叫8。那争取角度调得直一点，低杆点住。或者说我们在画面看到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黑八？没有被红三挡住太多啊。再走还可以，赵亮现在站在位置再看。对，那这儿如果能叫到或者是黑八能打，那等于说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边红三并没有说挡住一半左右的这个八球，应该是一个小包边。嗯，好球，他还没有往回低杆退很多呀。那看来足够支持啊，这个位置。好球。第11局，赵汝亮胜，比分8-3。谢谢。第12局，赵汝亮开球。
打进过来顶一下，但是有这个球肯定不是想顶这颗啊，100%是奔着15这边来的，明显低杆跟右塞用的不够。现在阿布拉江是落后5分，9号够打，有机会打进横向弹出来，不要被5号挡住，然后用15向上传，太厚了，而且叫了个5号位。稍感安慰的就是9号球挡住了10秒，7号球啊右下方的袋口，对延时啊，这个6-7确实对于赵若亮来说非常难打啊，还得费一费心思，但7号这边就是有个3号啊，比较简单的，嗯，先打了再调，那这一盘还得再费一些周折，对，难度球不少。嗯，而且下方的这个7号球，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借9号力。就是破坏啊，但是现在阿布拉江是有机会了，左边中袋12号，我记得上回张指导说过啊，嗯，阿布拉江还有后面还有名字啊，对对吧，阿布拉江尼亚兹，对，那个时候在打这个全国斯诺克外围赛的时候是这样来报名的。那如果就像说正常像这种少数民族的，他可能身份证上的名字比这个可能还要长，是而且在很多的这以前不太严谨的文字当中呢，嗯，阿布拉江的布啊都会给人写成布料的布，就是名词那个布，对，但人实际上是这个不要的布啊，嗯，是形容词的布。好球，但是9号、哎，又没了，这个位置放的不好，5号直接帮14了，让白球往左上方去放，
这个安球做得好，基本上全挡住了。那如果赵汝亮这个安球可以解到屏幕的左上方的任意颗，那么就是还有的打，自己会主动。横向解六的话，这十一有可能会够打。哎，还好，解了个薄边。小伙子也是非常聪明啊，知道白球停在下边，十一是肯定会进攻的啊。而且这个好像还有一些运气，啊，完全挡住了。阿布拉江也是不忘啊敲一敲球台。对，这就是台球礼仪。对，对对手这一杆解防啊表示赞许。刚才赵汝亮也是有啊用左手轻轻敲球台的动作。是的，别吊带，这力量很难拿啊。嗯，这一杆对于力量的要求啊就很高。哇，哈哈，进了。本来是一杆的这个防守线路啊，对，连打带防的线路，对，但进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小突破。又到了需要准度的时候了，你要不要直接上手就拼这个六号球啊？嗯，而且还不能小力，稍稍带一些低杆啊，尽量白球弹库边的时候远离一点。白球还是做得不错，嗯，有后手，一直是用二号球来挡住十一的进攻。从这一杆可以看得出来，赵汝亮在比赛当中现在目前为止他的头脑是非常冷静的，嗯，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守，什么时候连攻带守，没有因为比分领先比较大而盲目的乐观啊。
这么一打，这缝隙里边是，这六有还是没有？看能不能偷一点角度啊，保点入。依旧是二号球，我们挡住两颗球，全部挡住，看看这个位置，解球肯定是右边边控可以解了，十一也是能看得到，那这个位置直接打十一还是有点危险。很微妙啊，这个关系。确实难度相当大。但这一撞，应该是漏了吧？对，八号球有没有打？十一，够打了。不过这个安球想停住较久是相当难控力量的，一般情况下打出来都会弹过头，要相当轻，将将碰进自然弹起来。好球。第二局，阿布拉江胜，比分4-8。
第十三局，阿布拉江开球。这杆炸球也是有球进了啊！阿布拉江这位球员韧性还是很强的，对，不太容易复出啊，韧性非常足。嗯，花色球局面啊，青苔形成了。要选十三的话，主球稍稍横向啊，敲一下八号球，带一些低杆，打出分离角就好。因为力量一旦大，八号球贴库反而对后面青苔啊形成特别大的难度。对。那低杆往回退啊，小了就是十四，大了就是上方的花色球，就是十二。大小自己可以控制。剩下这几颗里边，十五号是最难一颗的，嗯，而且刚好从十四这个方向向上，最合适的一个角度。就使个加长靶也可以啊。想起了一首歌的名字，怎么说？好可惜，好可惜，嗯，这个球没用小号靶，哼两句吧你，我听听，嗯，展现你歌喉的。时候到了，都给观众朋友们吓跑了。观众朋友，人家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但确实啊，这杆球打的，哎，两个人同样的，对，哎，这也一样，同样的角度啊。这是什么情况？传染吗？这个不可惜，用就好把了。嗯，但是也没打进啊。十秒，延时。还是要翻到屏幕的下方啊，做防守。比赛时间已过半，挡黑八也是没挡住。左边红三漏了，这杆球要求准度非常高啊，红三。十秒。
直接选中袋下来，而且这个位置还不错啊，四号球可以进攻，刚好四号左边底袋也是有下的。赵汝亮也是在看啊，四号右边的底袋一个情况，这个球完全可以先打四，然后后面七号球右边底袋应该也是有下，十二号没有打。角度合适啊，打黄一叫七，擦白球。这球留个中袋不好吗？没有，还是想叫底袋啊。但这杆球感觉赵汝亮好像出杆是有点快，但还是表现在好像不太自信啊。看阿布拉江，双方到了僵持的阶段啊，就看谁韧性比较足啊。没问题，啊，谁绷得住？那这盘确实啊，双方防来防去，防来防去啊，时间用的也是比较长。先来看准度，第十三局阿布拉江胜，比分5-8。第十四局，赵汝亮开球。赵汝亮，我这个没进啊。开球环节啊，又是没有球下了啊，并且这盘的花色球还不错，但是这边上手的话，红三是最好选啊。阿布拉江也是看了一下左边中袋下方的五七有没有机会可以去传。左边中袋六号球向下过渡啊，可以交二号球，二号如果角度合适的话，左上方有机会可以轻轻带一下五号，这样单侧整体的一个难度啊基本上打开了。先叫传球，但这个白球位置这杆很关键了，量到缝隙里边，这就传不好就吃
带眼儿，吃那个上沿上啊。嗯。而且白球要留到这个十三跟十号缝隙中间啊，打右边底带的红衣。五号黄衣选一颗，其实我倒觉得可以先把五打了，因为这个单独上到这上边这颗球是很别扭的，对，你还得再上去，对，这感觉还要钻缝隙，十二十四的缝隙中间啊，叫五号球。直接横上去，没有问题。还可以利用低杆啊，五八叫同带。第十四局，阿布拉江胜，比分6-8。第十五局，阿布拉江开球。比分又再一次迫近啊！对，6-8，而且这一盘。看一下啊，花色球的局面，唯一稍稍有点费脑筋的就是这11号，离大部队稍微远一点。如果说啊，这个有信心啊，有把握，可以直接就上去啊，先去做11，最后用15号球啊过渡下来。但是看阿布拉江量的这个位置，应该是三五中间啊。缝隙里边看看啊，就13。这么打也可以啊。嗯。但是呢，就你后，你在后面处理这颗球也行，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12、9都在中带嘛。对。方便这个白球向上向下的过渡。10秒，延时。本时段比赛呢，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明天上午10点以及下午的3点钟，还将有本次中国区选拔赛最后两个轮次的比赛。对，明天上午10点钟这一轮呢，将决出胜部的6人晋级名单；在明天的下午3点钟这一轮次比赛，将决出败部啊晋级的6人名单。那么明天之后，我们中国区选拔赛就偃旗息鼓了。
8号、9号、10号这三天呢，是河北省的省运会，届时也会有中式八球的比赛项目。那么这三天呢，决出男子组冠军一位，女子组冠军一位，晋级到我们的12号的正赛。11号的时候是开幕式的彩排啊，10秒休息日。那么12号到15号，这比赛的四天是我们本次国际公开赛的正赛时间。当时16位中国球手对阵16位外籍球员，角逐冠军20万的大奖。比赛场地呢是在石家庄市的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对。还要不要组合球？再凉了，啊，这杆球。到底这11号是天堂还是魔鬼？啊！正定好球，准啊！真的是准，这杆球难度非常大，化腐朽为神奇了。再减速打进，第15局，阿布拉江胜，比分7-8，开球进台。16局，赵汝亮开球。10秒。第一阶段7-2，第二阶段现在已经是打到了7-8，当然这个七是换过来了啊。阿布拉江已经追上来了啊，赵汝亮仅赢了1分，打了一个5-1啊。对，10秒，延时。10秒。看弹库起来的效果。
十秒。二号球，带一点点低杆，再下来，按力量，不错啊。前面已经是预瞄了很长时间这个黄衣右边中带的一个情况，如果够打这杆五号就可以直接交位，并且打完之后呢，白球还能从缝隙里边出来啊，往前走和往后走的区别。这个位置没太敢往上走啊，其实如果叫黄衣白球可以再往上走一点点，多少都会有些收啊，怕走大了，带一些力往上推吧，对，刚好可以轻轻顶开，但是顶要注意啊，得把八号球顶得没位置，崩溃，先打八上了，这八号在这个一号的左前方一点，应该是在一号的前面。刚才我仔细看了这个球，他也给镜头了，没问题了。自由球。这一杆自由球，阿布如果能抓住的话，这比分可以扳平了。因为八号球在一号球的下方一点点啊，撞击之后，白球先碰的八，它再撞的一，就这个横向角度啊非常微妙，刚好是比这个黄衣应该是稍稍靠下了一点点，还是源自赵汝亮从下往上白球弹起的这个距离太短。我前面也说这个球应该再往上或者再往左弹一点点、啊、就是你从左往右打而不是从下往上打，对，就能好一些，就避免很大的嫌疑，对，有可能直接打完之后再撞黑八了，就是而且我们看八号球刚才往中带的这个移动速度明显快啊，对，正常打进黄衣，然后白球分离出来的这个力量不会这么足，没错，主裁判王航呢他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广告设计的工作啊，有自己的公司、啊、是吧，对，学美术的，他对于这个角度啊画面更敏锐一些，第十六局阿布拉将胜，比分8-8，谢谢。第十七局阿布拉江开球，开球时机，
开球时机啊，今天整个比赛的这个前十六局啊，阿布拉江一直都控制得非常好，继续击倒，比分扳平了，有想法了，内心当中啊，想通过一个技术冲球找到一个更好的局面，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啊，建立起比分优势，但开球时机又像梦魇一样又来了，又来了啊，不能上演双鸭山那种情况。嗯，所以说力由心生，一旦你的想法啊多了，就会产生变化。十秒，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赵若亮应该就把心态放平和一点，就当是零不零一样了。当然呢，纯粹的假装没发生过是不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你怎么样去抓住这个机会，再来去赢下这场比赛，就是自己成长的历程里面需要学习的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所有球员在比赛里面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遇到过，尤其是领先被追上，或者领先被追上被逆转。那么种种情况啊，你打这么多年比赛下来，肯定是磨练的应该差不多了，知道怎么去调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的投入到比赛里面，全身心比赛。然后，当你完全去思考球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去想为什么会打得这么糟糕，会输掉。中带刚刚好，那这盘球左边十一还是不太确认啊，有可能如果前面没有任何的想借力的想法，那十一号球应该左边中带还是有下的啊，就红三也没有挡，后面只要单独交位就好了，黑发。完全够呛。这杆要过来仔细的看一眼，留什么角度？黑马目前右边中带、左边底带都是非常开放，还在看左中。其实真没必要这么强求，对吧？这十三留好了，打十打九啊。往屏幕的右上方走，打左边底带，底带对，都是很自然的一个角度。如果是四勾非勾的话，就不要强求；完全开放的话，没有问题。那么走更安全。对。对。头脑要清晰啊，第十七局赵汝亮胜，比分9-8。谢谢。
十八局，赵汝亮开球。慢慢比赛来到第二个暂停前的最后一局了。嗯，今天这个比赛都特别有意思。嗯，那这个阶段如果赵汝亮再赢下一分，又是一个10-8。是。啊，刘鑫对肉孜买买提，下午的杨帆对朱龙，对朱龙都是。这边赵汝亮对阿布拉江。10秒。延时，可以选花球，左边15号中带推下，10秒。下方，应该还有一个13啊，就这个位置。感觉低杆有点小，是不是比较直啊？可以推下来叫10，相反的右边底带啊。啊，确实较小了。那没办法，打进左边中带12号，再过渡10号球了。嗯。但是赵汝亮又换了，今天赵汝亮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方案执行的情况不太好，总是在换啊，换的表现就等于说白球没到位啊，方案判断上有问题，才会换来换去。那这杆左边的13号角度就合适了。11也是没问题，打进左边中带有12，那这杆12号交位直接叫10是不太好叫啊，高杆弹起来13叫12，还是说直接低杆叫，选择也是比较多，抬高杆尾用低杆要一杆准度。这边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新的赛事信息啊，嗯，楚炳杰啊被淘汰了啊，应该是输给了王大双。嗯，也是同一个战队的啊队友。往回退一点，感觉虽然是最后叫到了黑八，但是白球还是有点不到位啊。没错，八号球又是薄球，刚才这杆打中带的时候就应该低杆多一点，低杆弹库边起来都没事儿啊。第18局，赵汝亮胜，比分10-8，开球青台，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九局，阿布拉江开球。又是冲球没有球进啊。比赛是25局13胜。左边中带13啊，向上过渡，争取可以叫到11号球，然后再用11向下来，再去调整。
至于屏幕下方的九号跟十二号，正好是一个互相衔接的位置。十秒，延时。这杆球推得够悬，差点没进。嗯，想偷后点带角啊，让白球不要往上走太多，但是没想到打得太正了啊，多亏力量轻。这边雷一伟啊，还有石汉清，都是相继被淘汰了。确实啊，本次国际公开赛中国区选拔赛是选拔啊十二名球员晋级，难度啊是相当大，比赛也是非常的激烈。石汉清是输给了王云，雷一伟是输给了张坤鹏。包括本场比赛也一样啊，两位选手终将有一位啊被淘汰出局。在之前的比赛呢，阿布拉江是输给了李贺，跌入到败部。赵汝亮呢是输给了郑宇博，跌入到败部。准度好，强行平了杆底带啊。有角度啊，支持从上方弹空边再下来啊。角度比较直呢，就可以正常蹬一库，角度大可以走两库。感觉像给这个霰弹枪上子弹啊。嗯，第十九局赵汝亮胜，比分11-8。
第20局，赵汝亮开球。观众保持安静。10秒，延时。中杆15。打进之后定颜色，上方10号球角度也是不错啊。这盘里边，如果说12号左下角红三也是没有挡，这盘花色的局面还是相当不错的。低杆拉回来，右边中带啊，看白球。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12号球，后面我们来看看啊，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12号啊，左边底带到底够还是不够下，这么叫应该是够。嗯，有把握的话呢，就力量拿捏啊。如果说角度有些不太好控，还得带一些左侧的旋转啊。如果打12去做13的话，因为是败部的比赛啊，所以说，哦，角度足够的直接蹬了，嗯，每一杆都非常严谨，不容有失啊。好角度，非常稳啊！9号球高杆弹弓圆起来，对中带 K 八啊，正常推进就好。对，而且不用下任何的旋转，对，直接下来弹上去。第20局，赵汝亮胜，比分12-8，开球清台。谢谢。
第二十一局，阿布拉江开球。一号也够啊。看准度啊，八号球这边也有下，第二十一局，阿布拉江胜，比分9-12，开球请开。第二十二局，赵汝亮开球。现在是赵汝亮赛点，看看这盘能不能拿下啊。并且从画面上能看得到啊，这盘花色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单色的话上手右边有黄衣，但是七号球左边中袋是不太明朗，而且有一个边库的五号球也是难点。花色里边仅仅是一个15号。乍清这边赵汝亮4-3领先啊，接清这边赵汝亮是6-3领先，这也是在分数上能体现出来啊，12-9。一上手还是尽量的要去调下边的15号啊这个问题。首先来看选球啊，中袋。
要不要轻推十三，顶一下六号，嗯，然后左上角十一号过渡，这样的话十五号左边底带就下了。看赵亮这个意思啊，要直接来去叫十五了。稍稍有点小，还能推，推进顶四号球。而且这个球，顶完之后一定要稍稍给点力量，不要贴住。抓这个两库的位置，如果用十一号球走这个十二号球的话，如果推杆顶库啊一库上来的话，可能啊角度比较大，要不要打低杆？嗯，合适啊。低杆往左边走，轻轻推往右边走，八号两边底带你选一个啊，最合适、最习惯的杆法。在败部征战，而阿布拉江将告别本次国际公开赛。好，那么今天所有 TV 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张指导一天精彩的点评。哎，感谢阿苏啊，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见。明天见各位。